念书哎。舞台？什么？缘分。缘分。哦哦，缘分。暑假就是开始了，那么我们在暑假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第五次进化论了，然后就是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已经差不多经历了有两年了，经历了不少。现在跟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差距？我觉得他们跳舞都很厉害，唱歌也很厉害，就想赶上他们，必须很认真。嗯，那你以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以前很逍遥。不是逍遥，是指一个什么样的逍遥？反正就很自由，就想去哪里玩就可以，就可以出去，不用这么拘束，就是。我注意到你用拘束这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会觉得拘束对你来说现在的话是好还是不好？肯定是好的，但也可以不用拘束这个词来形容，可以用换个词，就是充实，就现在时间很充实，就没有以前那么多时间能来玩，就必须多练追上哥哥他们。那你觉得现在这样一种状态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挺好的，就是现在努力了，以后成功肯定就会很好。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我平时喜欢打篮球运动。那你刚刚还看了哥哥们的一些表演，你会觉得你如果需要赶上他们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觉得不管赶上他们要多久的时间，反正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那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刚刚看到他们的表演，就努力追上他们，加入 TF 家族这个大家庭。我想成为一个就唱跳都挺好的一个才艺比较多的一个人。成为了这样的人之后，那你想去干什么呢？我就想，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成为一个唱也非常好跳也非常好的人，那你就想去展现自己，去表演。看完他们的考核啊，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也算是一场表演。你看完这场表演之后，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看到这段，就看到他们的表演过后，就非常的就是激动，就是想赶上他们，然后加入就 TF 家族这个团体里面。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技能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和他们相比的话，你觉得你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优势是就我有游泳的这个特长，然后就是更容易的那个发挥，然后不足的是就他们跳舞练了这么多年，然后我跳舞才学一年多，就那个跳舞技能没有他们那方面好。你觉得你需要多久才能赶上他？一年多。你为什么给我一个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其实你现在是不是面对镜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张？对，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镜头。对。那你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来 TF 家族之前。以前就是上完课就去训练游泳，然后就抓学习和游泳。那你现在有什么兴趣爱好？打羽毛球，还有画画，然后还有就我的特长游泳，都是我的兴趣爱好。那你现在还有在坚持游泳这件事情吗？在。当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的小伙伴，你学校里面的小伙伴在外面玩的时候，比如说偶尔会叫你出去玩呢，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还是想出去的，但还是要训练，还是要那个学习，所以就去不了。所以其实你是有点牺牲了自己的一些玩耍的一些时间，对吧？那你觉得这样的牺牲是还是值得的？就是那你接下来的话，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有学识的人，学识渊博的人。我们出色组的最终排名第四名是一个并列，他们是苏新浩、张俊豪。就是
因为我刚刚看，刚看你还蛮难过的，要说一下为什么？哦，难过，可能，就是可能，还是感觉自己没有表现得很好。对，可能是自己，可能是心理上面，也就是想法上的一些问题吧。你能具体说一下什么问题吗？就是我可能有点儿，就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想做东西有点多，但是呢，我就是又没有办法去保证它能完全做好，就是感觉没有一个重心那种。那你对有一些，我会发现有一些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你的性格比较急躁。急躁。对。对啊，就是有时候，这东西我也遗传我妈嘛，我妈也比较急躁，就是也不是急躁，就是我妈性格比较急，就是看不惯那种很慢的人。然后可能我就是，从小说受我妈熏陶，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感觉自己说话，不管是说话嘛，还是做事也挺急的，包括性格也挺急的。然后我，比如说我遇到一件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立刻就是去解决它。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解决的方法可能没找到，然后还浪费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己太急了。我也意识到这一点问题，我会再慢慢的改一点嘛。那你觉得你这样的性格有没有一个比较对你正面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正面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也想不到什么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是我这种性格，就是也给我带来挺多麻烦的。就以前也是，现在也有。因为肯定一个人的性格来说，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可能说一个人的性格他全是坏的。所以你可能只看到他的负面性。所以你一直在想他的一个负面。是。我觉得这个性格好的地方可能是，就是做事比较快吧，做效率比较高。因为我妈她也是这样的人，我妈就是，她又做事很快，然后呢，也是想做到很好。对，但是我还是也没有受到我妈的真传，我妈那种精华东西可能我没有学到。你对自己现在整个人的一种状态，你是怎么样觉得的？我觉得，你说你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一个状态，都可以。我觉得可能可以用迷茫吧，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使力。那你其实有没有想过要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怕自己想法是错的。就我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你说你怕，就其实，对，可能之前犯过很多错误嘛，然后我就是，就是也怕，就是怕再出现同样的错误。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就是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嘛。这个肯定是啊，就是犯过的错就不能再犯了嘛，所以就怕了。
你都知道犯过的错误不能再犯了，就是就是性急啊。对，你都已经知道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你应该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你当时在怕什么？你真把我给问了。那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去做，你已经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标准，但是你还是怕。嗯，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可能对，哎，这种东西我自己有点说不清楚，因为我现在就是还在寻找，你知道，在找找方向，然后我这东西我自己也没想太明白，就感觉从，从头到现在。感觉自己，就他们说我变得不像以，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呢，我就是我，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哪里以前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在性格上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就要改，还是太过于急躁这个东西，就是可能这东西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性格这方面，就是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思想呢，我觉得，你最想成为的一个人。最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苏锦浩？张军导，哪路？就是我们其实想知道你自己那真实的一个。我真实的吗？对。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成为就是，就是想就是我，就想可能就是什么都做得特别好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反正哎，我觉得现在想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该咋说，因为我自己现在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自己，但是我找自己，这不是我就是自己，我连自己都不知道。回来回来我们今天的观众同学，同学，哎，你好，小小腿的线。消失的爱意里面，我的泪眼终于失去。哎呀，我怎么感觉？Thank you.
三个手术，而且其他位同学希望这个伤势走开。我看你刚刚考核完之后就哭了不止一次。你对你刚刚的表现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表现得挺好的，然后我出去也想一想，还要考虑到团队的配合，然后我身高也不算太高，可能他们也想到这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这个原因。你说刚刚的表现跟你平时的一个状态差距大吗？我觉得刚刚的表现跟平时跟最近的话差不多，但跟以前的话还是有些差距，可能跟以前这次要好一些，如果跟平时跟最近的话差不多。你刚刚是忘动作了。嗯，因为我在看那个音乐响起之前，你在自己念的时候其实都还蛮很顺，对，但音乐一响就突然间又卡。对，你有想过为什么？第一个可能就是不熟，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上面一个节目影响了自己。你觉得自己就你自己来说，在这个群人里面，你的优势是什么？我的优势，嗯，我的优势，我自我认为是可能比不过苏金浩，但比不过苏金浩，但还是跳得还不错。我觉得哈，只是个人本人的观点和看，可能比不过苏建浩，比不过张俊宏。然后架子就是框架，可能比不过朱志清、张继。但我觉得跳舞比较综合，就是还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身高，还有就是自己力度比较弱小。然后利益也不是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可能跳舞是我的优势，当然也有很多缺点。啊，那你觉得你自己的缺点是什么？太矮了，然后还有脑子，还有心态，我觉得。脑子是因为就是刚刚发生的情况，没有做出一个应急的方案。你刚刚说的都是你技能上的一些优势啊，那你觉得你性格上有没有一些优势？性格上，对，我觉得我比较开的，虽然我只哭了那一会儿，但我后面还好。但我发现你昨天也哭了。昨天？对。昨天确实是，昨天那个，差不多，跟今天差不多，可能因为上次也是，不是上年那个舞台嘛，跟师兄们的舞台，然后也是那个舞台跟朱自清只差了一点点分，然后。上次肯定是绷不住，然后我觉得这次呢还好，比上次不是那么的苦了。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每次哭了之后恢复的都特别快。本来就是自己的原因，我觉得哭了再让别人安慰你，我就觉得不好，对他人的印象也不好，对自己的评价也好，然后我觉得也不希望把自己的麻烦给别人。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个开朗的，嗯，然后乐观、积极向上、五四豪青年，
觉得不服输吧，因为上次那个和师兄的舞台没选上，然后回去就是难过了几天，然后这次呢，想这次既然有了自己的舞台，我就觉得要努把力，然后虽然这次还是没选上，但我觉得我尽力了，跟张吉也是拜托了一轮，只差一票，这一票之差，那个距离是很短的，我觉得可以赶超他，觉得下次应该再努把力，然后再提升自己，然后再长长高，就非常完美了。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啊，我知道，蟑螂。俗话说得好，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不服输，那我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很顽强。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你自己？看到一个依旧是乐观、不服输，还有能更加坚强，不再那么脆弱的自己，然后也希望自己快快长高。对，你对你刚刚的考核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觉得满意吗？就不知道什么满不满意了。哎呀，这个自己太废物了，哎，不行，太拉垮了。嗯，其实我会觉得，你好像平时跟你刚刚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太废物了。我其实想知道的是你平就是你刚刚的那次表现和你平时的一个表现，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差距？嗯，我也不知道，差距有吧？对，考试考第十，考的就考两次都不行，那自己肯定就不行。那你有没有找过一些原因呢？自身原因，智商不太高呗。你不能这样去说你自己哦。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些解决的方法？想肯定想，就是正在改，然后可能还是得听我。可能哈，就是你改一段时间，然后就有新的。恶势力出现，然后后面就又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又重复，然后有时候就像我这个背的问题吧，考试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改过来，改肯定是改了，就是只能说自己太废了，没坚持住呗。你一直在说自己很废啊，其实。那为什么你要说自己很废？我不太认同你的观点。就是没有人还没蠢呗，就是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不废的。所以其实我想找到你为什么这样说的一个原因。自己改东西改挺久，也没改过来。那周围对你的竞争，你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吗？有。嗯，那我可能就会想，既然有压力的话，那你为什么还会认为你是一个不太行的人？有压力的，就那些人都这么厉害的，那我肯定就不行了。我觉得最近正在改，但是就改得太晚了。那你接下来想去做什么事情？
学习。因为你刚刚说太晚，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太晚，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你意识到了之后，你接下来想要去做什么？我可能想听到你自己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就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吗？就下一次，别就不说第一嘛，有别人也在进步，就别这么后面，太丢人了，是吗？那你觉得你怎样才能达到你刚刚说的那个目标？就跟老师说的，每节课嘛，就下课多练练嘛，又是多练练，然后就还课还是得还好一点，然后就是接触知识快一点嘛，别太懒就是。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所希望的同学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同学们？成为一个不会被人不会被别人看不起的人吧。那没有人看不起你啊。就现阶段都行，不会被大家抄太多的同学们。就各方面都不会被超越太多，就是可以靠自信去弥补的。再过一个阶段，就互相都差不多了。我的远大理想就这样。蛋糕是歪的。三，二，一。十五岁嘞，笑一笑，大家再开心一点啊！三、二、十五岁了，笑一笑。我应该这样，这什么味儿的？哦呦，这什么表情？雷军之流，白骨战争。这是什么？这打火，这叉子呢？这咋放的？这打火机。我想直接抹在他脸上。哎呀，切呀！啊，快点！浪费时啊，快点儿啊！哎呀，是不是要叨叨？哎呦，你那个切的呀，切了个大。你们唱个生日歌嘛？祝你生日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全家幸福，祝你身体健康嘞。来说，不要弄，关键不要弄，寿星必须弄，不要弄，滚，周振宇，不要弄，不服你脸上了，来，小杨，哎，对自己说的话嘛，就是上课还是尽量的不要被影响到了。能认真就认真，啊，哎，比较客套哈，这些话，就是我这个，还有我这个成绩，还得抓起来，这个准备高中，努力的抓一下成绩，还有这个我的声乐方面，还是得提高，这次月考没考好声乐，这舞蹈嘛，就我觉得哈，还是进步了一点点的。对大家说的话，加油吧，我们一起加油吧。拜拜。最开始是女的秀，然后跳完了之后，你们会在台上，大家和大家姐就会在台上，然后呢，何老师就会采访一下你们。太阳地方，真是臭美。然后自我介绍这块就非常关键嘛，你跳完舞之后，每个人的自我介绍像昨天那个。
说的，他说你的自我介绍可以稍微有点意思，好，现在成员们每个人想提的跟自己有关但是又很有意思的那个自我介绍。见到的，对，比如说，我得想想怎么跟娜扎老师解释解释穷哈这件事情。你要嘴子吗？啊？你要嘴子吗？跪下认错吧。好的人就位，好的人就位。三、二、一，走。陪你熬完暴剧的夜，等到星星都熄灭，牵你走每路灯的街。给你那高跟鞋，别害怕，为爱出发，跟我的能量魔法，帮为你创造奇迹，每天起床深呼吸，什么事能起大成就的？那么姐姐，我身边的他。我是娜扎，那你的弟弟刚刚我唱了之后，你能再下是什么意思？哪一位最过分？你觉得？去存在。没他的地道的他的地带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还在。哎呀，这个很多人选我呀。慢点，慢点，这是皇上。好，你边角还是谁？哇哇，我边角了，差不多，差一点点。你高点，就是高低得了你。就这，我管你量多少，但别人看起来只高一两厘米。对，这是一个我们往前靠一点，这边来。对对对对对。三二一，开始。好，三，走。哎，这个还可以啊，这没被挡住。可以了，可以，先帮你们。好，辛苦了，辛苦了。好，辛苦了。那我们现在去。三二一。欢迎，
我不知道怎么让他提示的，着急。在哪边看？嗯，曾区多处桥梁路口涵洞出现积水。
什么事都不想，不喜欢说出来，是这个意思吗？嗯，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特别的少。特别的什么？特别容易丧。嗯，丧是指的哪方面？各种。那你觉得你现在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是啥？哪方面？嗯，都可以。比如说你平时生活，或者是纠结。嗯。到处都有吧。比如买水平我也纠结。然后吃饭吃啥我也纠结。看电视我看啥我也纠结。你说玩游戏都不知道玩什么游戏。那你觉得你现在声乐对于你来说，反正声乐是你的强项，你觉得声乐对于你来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较丧。什么状态？高音上不去，声音不出。啊。你一直是在处于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你觉得这个位置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人气。嗯，可以。术语。这些都是外部的一些东西，我想问的是，对于你自己来说，意味着一个我自己对，其实没多大意义。嗯，为什么？因为不管你人气多高，你实力不行也没什么用。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成为？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成功，嗯，就是你想去做。那你定义的完美是一个怎么样的完美？哪些方面？所以这一次舞台，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出来给大家看？完美的舞台，满足所有人的期待。通知你生日快乐，阿顺，哎，十四岁生日快乐！谁写的？不知道。是。农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祝你生日快乐！等一下，站住，坐，坐中间。你要担心我们的歌手，苏先生要献上一版深情版生日快乐歌，三二一，走！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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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希望如意哈！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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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当场的一个小朋友，
的鸭子。啊 ，sorry， 哇，你在干嘛？哦，这么猛！好、oh, ，thank you。你们是要切一下呀、啊？我太不文雅了，切呀、啊！鲁莽之徒呀！鲁莽之人，鲁莽之人，直接整他，开整他！啊，这块是我的，谁都不要跟我抢！给我个刀，给我一下刀，给我个牌，就是、给我刀用一下。哎呀，你们就在这切，拿刀子的。我第三个。啊，好，钱德瑞先来的，我先来，我第四个，你看嗝过在他脸上，他怎么敢的呀？你们一次搁两块吗？怎么敢？三块，怎么敢？我谢谢你。阿姨你在干嘛？你切完了干嘛？哈哈。就是雨涵，雨涵他又给我把手机抢了。傻子，你养的我狗儿，居然把你搞忘了。哎，就没有抢到，我这人害怕。昨天就是你满，已经满14岁，对吧？那你觉得你昨天这个生日过得怎么样？怎么说呢？14了，这个生日的本身含义还是比较那个特殊，就是昨天过的比较正常，但是。这个14岁生日还是特殊，比较特殊。之前和现在差不多吧，后面可能到了18岁，我觉得才会有变化。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一个人？就是，比如跟一些不熟的人嘛，刚刚接触的时候就有点放不开，然后就可能比较内向嘛。但是如果跟他玩久了之后呢，可能就。开朗一点的。好，那你自己觉得你算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一个人？不是。为什么？情商这个东西，其实我家人都说我情商不高。其实我在学校有一个玩得很好的同学，他情商就很高，然后我妈他们就经常在我面前说他情商高。然后让我向他学习。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小伙伴的相处，其实你还挺受欢迎？还好吧。你有想过为什么吗？就有一点原因啊。我也不知道。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对。也不能说是缺点，就是说。你觉得你身上还有什么需要改正的一个地方吗？越来越大了，其实以前没有自己的主见，我觉得现在应该有点自己的观点，不能像以前那样。我以前就是遇到问题就问我妈，然后不知道就问她。现在我觉得应该自己思考一些东西。这你觉得这是你性格上的一个弱势吗？也不完全是。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像我这种性格，受益。有时，但是我也说不出来吧，什么情况下？就是不是他们也是刚刚从。长沙回来不久，你觉得他们去了长沙这件事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想法？怎么说呢？刚刚知道的时候还是有点羡慕，然后后面其实感觉后面可能还有很多机会嘛。那你会觉得，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外物的一个活动，你自己内心。是一个比较想去，肯定是想去的一个想法，对吧？那这次没有去到，那会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激励自己，
努力一点，然后往前面冲一冲，然后以后就可能，以后就会有这种机会。你的优点是什么？我呀。嗯。我的优点，我其实还有时候问到我的优点，我还真的说不出来。我也不清楚自己的什么优点。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以前这种，我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当时我记得我回答我是什么全能偶像嘛那种，那种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说起来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其实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敢于去争取的一个人？敢于去争取？对，我想争取，但是我有时候不敢。就我经常我就会害怕去争取了之后呢，我怕去争取了然后失败了，然后就因为每次假如说我比如说我想去争取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比如说我这个争取我失败了我会怎么样，然后大家会怎么看，然后就害怕嘛，然后就放弃去争取了。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把欲望比较压得比较下来的一个人？嗯，差不多吧。嗯，那你之后有没有想过要去进行一些改变？肯定的，肯定如果我还是像以前那样，肯定不利于之后的发展。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嗯，其实你也不用说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就是你自己想到，比如想到哪个阶段就可以说哪个阶段，不可。就像你刚刚说到你不敢去争取啊，实际上现在就是给你机会，你要勇敢的说出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因为现在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没有人会笑你。主要是我短时间我也想不出来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平时也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或者说那就说更短的一个时间吧，就是这次舞台啊。这次舞台啊，对，就我们一点一点慢慢来。嗯，肯定要比上一次好。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想，我现在比较想做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之前打鼓嘛，然后就每次感觉自己很投入，然后那个视频看出来就不是很好。然后这次打这个又是一次机会，这次机会我就要得好好发挥一下。然后这次其实很多节目都是说唱，然后也是其实对我还是很有利的。然后就没了。Thank you.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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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nt all of our time outside all day. 而你没有进去吗？没有，我们去海鲜。海鲜？对，但我们不吃海鲜。我们不吃海鲜，要吃海鲜。海鲜是不是吃是熟的，不是生的。我们带玩具翻斗城。好。嗯，没看到。什么？右上不看到？这是我花费巨资买的。OK 了。今天你觉得玩得开心吗？今天还好。吃饭嘛，其实没怎么玩。对。你觉得在你印象里面，重庆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啊？重庆，就一直我都感觉是很热的一个地方，就到现在我都感觉很热，因为哈尔滨很凉嘛，很冷，然后来到这边就感觉，啊，比那边暖和多了，但是到夏天还是热。对，哦，这个地方感觉骑不了自行车。嗯，因为全是坡，然后山也很多，就是比较不适合骑自行车。因为我自己在家平时会骑自行车，但是来这儿可能骑不了。对，
那你在交流方面，就语言上面？啊，语言方面一开始是不行的，就一开始可能就是去买东西啊，或者是去吃饭什么的，就跟那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种说话，就可能他们就会直接就说方言，然后可能就听不懂，然后可能就是尝试用普通话和他们沟通，可能也是那种川普，一开始也听不懂，但现在能听懂。那你现在可以说吗？说重庆话。对。还好，你这突然让我说，我可能也不会说，但可能就是正常，可能就突然可能会说一句“咋子”，差不多，对。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自我感觉吧。嗯，都可以，或者是在团队啊，都行。很开朗。对，然后就是很。很能说话，很善于交往，对，就是，但是慢热型的那种，可能刚开始不怎么说话，可能到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话很多，就基本上就这样。性格的话，那就是搞笑担当。这次舞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节目感觉我唱声乐节目有点选多了，就这两天一直在唱，然后嗓子有点哑。那如果说唱歌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之前感觉就是比较喜欢，就是之前就是怎么说呢，就喜欢看那种音乐类的节目。然后之前，啊对，就是比较喜欢嘛，就可能看着那些音乐类的节目，就感觉就即使好听的歌，可能就自己听了之后，可能也不是刻意学就会了。那会了之后，然后就感觉。唱的还可以，对，然后就是，反正都是自己听的，自己学的嘛，然后就感觉就是听歌也挺开心的，自己唱的也挺开心的，对。唱歌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除了开心，就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特殊的一些含义？特殊的一些含义？嗯。可以唱出自己的心声。对，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想唱什么歌可以自己学，学了之后就可以唱出你就此时此刻或者这段时间内的一种心情或者一种想法。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让自己成熟稳重一点。对。具体是你觉得你自己现在不成熟稳重吗？我觉得现在自己不是很成熟，不是很稳重，就感觉还是很幼稚。对，就感觉傻愣愣的，感觉自己，哎，倒不是傻愣愣的，就是不够成熟。你对你之后的自己说一句话。对我年长的自己说吗？嗯，可以。加油，活着。长命百岁。对。哦，你觉得今天，玩得开心吗？嗯，比较开心，挺开心的。嗯，那你对在今天完了之后，对重庆这座城市来说，你觉得它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我觉得它是一个既火辣又温柔的城市。火辣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说这个城市的人的性格。都是比较火辣的。第二呢，是因为这个城市的饮食方面都是比较辣的。然后呢，温柔是因为，人虽然语气火辣，但是心里还是比较温柔的。可能因为我和玉涵已经吃完饭了嘛，然后张子宇和张吉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呢，玉涵作为一个重庆人呢，就带着我一起去逛商场，还是比较开心的，就是比较温柔。所以其实你喜欢这座城市吗？嗯，挺喜欢的。那你觉得现在这样一个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哪一种环境？就包括你现在训练的一个环境啊，或者是你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此刻而言。是一个比较
累，但是也有充满着快乐的环境吧。就是训练生活中都比较累，对吧？但是与小伙伴的相处，还有自己一些兴趣爱好，也是让生活变得很充实，也就很快乐。嗯，那你之前有没有这样自己一个人离开家的这种经历？啊，有。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就是一年级过完了，不是有个暑假吗？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一个岛上参加那种军事夏令营，就自己一个人，然后有很多蚊子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处理的。那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还算比较自立的人吧。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哪一种经历？就是一个人去岛上。就是感觉挺无助的。你现在也算是一个人来到这一座陌生的城市了，那这样一种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但是我长大了呀，所以说就不会有小时候那样感觉很空荡，就是没有家长陪伴，觉得还是有小伙伴们还有一些老师贴心的关照。嗯，那你在这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嘛，你觉得哪些人对你的帮助会比较大？像是朱志鑫，然后左航、张泽宇帮助都比较大。嗯，因为首先是朱志鑫嘛，他是大哥，然后呢脾气很温柔，然后跟他关系也还不错，然后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然后左航其实因为我们俩都是双子座的嘛，然后性格也挺合得来的，尤其是上次花天错，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的，比如说监督我练歌之类的。嗯，然后张子宇呢，因为他和我住在一起，所以说可能对我的帮助也是就是对我一些生活上的关照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时候对待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比较认真，但是不喜欢的事情还不算特别认真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需要改变一下这样的性格，就是让虽然生活中肯定有些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还是要去接受它们。嗯，那你还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一个人？我觉得是一个还算比较开朗吧，然后不算特别开朗，就是那种比较正常的开朗，然后比较乐于助人，有点客套啊，乐于助人其实也算吧。嗯，只有这些。你的优点，你自己说你的优点。我能不说我的优点？你能把这道全切掉吗？你肯定有优点。我不想，但是我不想表达我自己的优点。为什么？你要问一些别的问题。那你的缺点是什么？我的缺点那可多了去了。我的缺点，比如说像……但我现在不想听你的缺点。缺点好呀，人要认识自己的缺点。你没有缺点。我有缺点，人都是人无完人嘛。我可以说吗？可以。我缺点就像我有时候可能会有些任性，然后不太听话，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很潦草，然后呢，还有就是做事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啊，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这些吧。嗯，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成功指的是？成功不必多说，好吧，行，拜拜。拜拜拜拜。对自己未来的自己说一句话，这个未来由你自己定义，你可以是这次舞台之后的自己，也可以是很久之后的自己，说一句话。嗯，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好，拜拜。好，你今天陪他们玩了这么久，你觉得怎么样？玩得怎么样？挺开心的吧。
你为什么就是你已经吃过饭了，就是为什么也要跟他们一起？主要是我看陈先生有点孤独。那因为他又不吃饭，他去玩，我就说没事跟你一起吧。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我呀，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啊，就自评价自己。对。怎么的小孩？帅气的小孩。你刚刚其实就还蛮那个的，你就一直陪着他，充满正能量。挺努力吧？比较刻苦，但是呢，也不是就百分百那种，就有时候还是会松懈。那如果是训练出来的一个效果，你觉得满意吗？对于有些满意，有些不满意。就比如说这次甜蜜蜜，然后呢，因为就是经验不足，然后导致了就是那个。发誓掉下来之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这么一直拖，就影响观感那些，就还是挺遗憾的吧。那你比较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圈整体来说就挺满意的。能不能评价一下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吧。大大咧咧是指哪些方面？就比如说很吵有时候，然后呢，但是呢，有时候挺安静的吧。就玩的时候还是玩的很开心，但是呢，平时自己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那你觉得就这一个团队，就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整个的氛围是一个怎样的氛围？都挺开心的，就每天。训练休息时间都一起玩，我都一起笑。你身上有什么需要改正的一些地方？改正的还是有，就比如说之前发生了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后面最开始是想着，就是因为就是没有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有就很自责，然后呢想着还是以后。好好搞，就还是不要这么玩下去，就认真训练那些什么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小孩？我想成为一个，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个比较完美的小孩吧。你对完美的定义是什么？就阳光、努力，然后呢，就是阳光努力吧。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就还需要努力吧。我想对明年的我说，明年的今天的我说，就是。也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开不开心，然后呢，高中的生活是怎么样，有没有努力，然后呢，但是我还是想对你说，就是平时的生活各方面还是需要努力向上，就是不要像现在的我一样，也不要像之前的我一样，就是一直不求上进，然后呢，不把很多事情当回事儿。就还是把很多东西重视起来，就是你平时没有注意的东西，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就免得就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你接下来要去干什么？煮面。饿了。对。好。你为什么在拍老师？私人空间。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我们就先走了。不吃会儿吗？不等会儿吗？不用，你们自己吃吧。那我不行。拜拜。拜拜。打个招呼。怎么又来了？拜拜。我们走了。那传入我们的私人空间。拜拜。好，老师再见。老师再见。我们睡觉，我们的私人空间还是比较乱。